一起聊起来。萨内蒂，上半场比赛很快到伤停补时了，比分还是国际米兰队1-0领先佛罗伦萨。这会儿的梅洛啊，有意识的回去接一接球了，结果呢，这个佛罗伦萨队中场和前锋线之间距离又拉得太大。这个队的自我调控的能力还是相对来说比较差，就是说在场上的队长啊，没有很好的发挥作用。好，上半场比赛结束了，在上半场，国际米兰队1-0领先佛罗伦萨。